东君呢？你可想好了？那天启，如今可是狼窝虎穴呀。娘，每个人都会长大，只要长大了，便不可能无忧无虑。你们能护我一时，却护不了我一生。今后的路，我要靠自己走。哪怕天启是个吃人的地方，我也要去趟一趟。说得好，这才是我百里家的儿郎。爷爷之前错了，一直拿你当孩子，可少年人应当有自己的江湖，哪怕是虎狼环伺，也该一往无前的闯荡一番。嗯，侯爷放心，百里兄弟的事就是我雷梦莎的事，我以性命担保，五年之后东君学成归来，还你一个风度翩翩、气宇轩昂、玉树临风、风流倜傥、宛如那天上的。停！梦莎呀，你来一下。哦，哎，文爷，您有何要交代的？文爷，你这是作何？这是我自创的毒，叫温香暖玉。什么？五年之后，东君学成归来，我就给你解毒。若是期间东君有何意外，放心，你也不会有什么痛苦。啊！别骗人了，温家的毒哪有不痛苦的？娘，儿子走了。天启，我来了！撤！裴千户，你还活着吗？还活着的话，就来找我吧。我已离开侯府，现在要去天启了。等你来后，咱们再一起喝酒啊。总有一天，我要让这天下人都知道，我叫百里东君。怎么，是你朋友？嗯。很好的朋友，待我治好病，就去天启找他。哎呀，天启啊，那可是虎踞龙盘的地方，没点真本事，可是很难立足的。好好学医，以你的天赋，小子，听我的，早晚能成为第二个药王。到时。就是天启的皇帝，也要给你三分薄面。是，我才不要做什么药王，要做天下唯一的枪仙。